案到前面，那个配乙到前面去。好，注意认真听，教练在跟你们讲，你们认真听。我希望好多认真听，不要打闹，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不要讲话，认真听。听的人讲话。好，把你的手放在地上，好，男女平等一样。好，那敬礼是为了对这个练习的场地的一个尊重。我们来到这里，他就是在地上，要在寺庙里面拜拜，你不会让他好，所以很在那方面，而且孩子们都是这样，好吗？那等一下我们自己的哦，等一下，因为有算教学嘛，有算老师在里面，等一下的话你们不要听到自己的话。这样可以了，以后听到自己。